距离我买到它已经有十几天了，然后就看看时间，现在还有52%的电量。之前我用过 Apple Watch 啊，基本上一天充一次电，然后这个黑那个 Hello 的这个表居然这么长时间，用了10天还有52%，而且该有的这功能都有。你看我现在用的这个表盘就蛮漂亮的，长按之后可以换更多的表盘，然后在它这 APP 上面也能看到很多。然后它的这个是60赫兹的刷新率，在这个价位上真的是很少见，而且什么台湾唤醒的啊，非常的多，而且整体的颜值可以看一下非常高。然后我最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它这个表带，我给它放大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表带是一个磁吸的，无论你的手腕是这种比较粗的，还是这种比较细的手腕，都是可以无缝的，就是贴到你的这个手臂上面，而且整个面料的做工特别的舒服，是防汗防水的。可以看到后面这个闪绿点的，这就是它的心率监测，就是该有的智能手表的功能都有，比如说像通知弹窗啊，还有付款呐、啊，然后 NFC 啊，这些都是有，还有什么就是坐力检测啊，这些都是有的，而且整体的刷新率真的是很漂亮，在整个这个手表的价位上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哦。